安皇创界名曰明，明矮，定土，化荒城。蛙皇吉罗侯，天目合，幽银绝。伏羲自于蒙寺，九黎入化荒。角秀未旦，耀灵安藏。尉迟良，而今众生已矣，世人皆以为传说。然而今汝等已知，罗侯之属确存于世，天目洞开，幻城降，罗侯现，天外幽银将灭世。祖罗侯重临之重任，便交予你们了。尉迟良，望您与于西相伴，一道寻回星轨刻盘，我会教你真正的石之力。从石轮中出现的会是谁呢？我乃大夏国银川公主李银凤，你可认得这令牌？是谁找我？啊，是您，银川公主，我认识您啊。我好像想起来些什么了，好古怪的感觉啊。我也觉得你似曾相识，但却像雾里看花，想不起来你的名字了，你究竟是谁？青罗，我叫青罗，神阙宫的青罗。咩，居然是公主啊。不动尊者，石之力既如此，那死去的人是不是也可以？石轮仪轨的力量可让逝者重现，然逝者已逝。逝者已逝，那为什么还要在？尉迟良，你需谨记，世事因果皆在天道之内，然世事却又转瞬即逝。什么意思？神神叨叨的。青罗，我似乎想起一些事情。嗯，公主想起什么了？青罗方才突然想到小公主了，也不知道小公主现在何处。我似乎记得神阙宫的小公主叫葛云一，似乎救出她的人叫夏侯公子，这名字好熟悉啊。尉迟哥，你怎么也不高兴啊？没，只是刚说起了石轮宫，想到几个尊者还有宫内的那些人罢了。咩，依依以为尉迟哥不会喜欢石轮宫呢。其实还真谈不上喜欢吧，但总归生活了那么久，陡然就，我也说不上来是怎么回事，反正心里不舒坦。我记得山涧峰里的冰雪的味道，记得春天和冬天不同的冰雪味儿，记得风走过的痕迹，记得那角屋檐看见的冰。有时候山脚下会有躲马堆，转山的僧侣和民众，还有被扯平的逐渐褪色的风马旗，那些好像突然之间就远了起来，再回不去了。这感觉依依懂呢，好像原本也没觉得有什么，但后来想起来却觉得很难被忘掉，但有时候记起来了也才能被忘掉啊。哦，这边依依讲得好好，有时候记起来才能够被忘掉。
你们不要乌鸦嘴啊。我手臂上的印记和石轮有什么关系？这不是胎记吗？石轮的力量而今就在此处。这么说来，只是恰巧，石轮仪轨当时瞧我离得近，就顺手抓了我，给我来了一下子。自然不是你说的这般简单。那是什么缘故？请尊者赐教。尉迟，昔年有不动尊者，名为弥兰那巴，想来你也在石轮宫藏书内见过此人名字。是百年前的那位不动尊者？传言他曾阻止过天劫。正是他，他曾于黄游六年给出过一个示现，想来提到的为石轮所标记的人就是你。啊，那有说过我到底要做什么没有？不对啊，这么说的话，为什么一直不收我入门，见天叫我修什么石轮仪轨？此事官宦自有安排，你无需寻根究底。于西，我所需得前往雪域高原查探阵法异动之事，我石轮宫之事他日定会有个说法。此番你需将明清心法授予尉迟良。不动尊者，但此法你怕已是心脉受损，不可再用此心法进食。况此心法真谛终究是以自身为器物，吸纳食物，性命不久，但你之性命另有他用。弟子自幼习此法，便是早知晓此事，但官宦既让你和尉迟良同来，那你便该是他最得意的弟子，你便该知如何才叫手中持正。不动尊者，师尊将阿良困在大雪山中16年，只为他可能有石轮之印，此番他堪堪能见这世间，他做错了什么？那世间苍生又做错了什么？于西，苍生与一人性命如何取舍？我好了，你们该出发了。据我所见，那块刻盘落于川北，至于其他就靠你们自己了。记住，罗侯眷族定也殚精竭虑去寻此物，且不可落于他们之手。OK。喇嘛上方。哎，从哪儿蹦出来一只会说话的大猫，吓死我了！不是你们家的喇嘛。是我了。哎，不过既然咱都来了，客人要不顺便看看咱这铺子，天上地下奇珍异宝，应有尽有。好像东西是挺多的。东西多不必一次都买尽，老猫上方随叫随到，甭管客人您在何时何地，默念一句老猫上方，下一眼就到您跟前。喵，哪儿都行，我要是在地界呢？嘿，就是那无尽幽灵，老猫都能给您送去。瞧见咱这小车没？这可是能缩地成寸的宝贝，就没他去不了的地方。我看着车上的纹理，似是有点像迦夏之窟的。没想到您还认识。确实，这宝贝最初不是我的，咱嫌它一直放在那儿可惜，便把它拆了重组，重新加工了一番。现在多好，这世上少了个用不了的机械，多了咱这个随叫随到的行商。好吧。我看一下那个篱笆啊，比你。哎，不是可以看吗？哎，是在这边吗？我有点忘记了。祝福。哎，好像不是这哦，光风霁月那边吧。哦，这边有。好，这跟我之前介绍的一样哈，就这几个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还有夏侯宇跟比你的。水墨画松，清睡眼。OK， 然后杨云佐。
清风徐，尹迎凤，终于轮到本宫。然后尹建平，尹建平这个是新的哈、哦。月儿，能与你一同归隐，是我毕生之愿。哦，这次的配音好多了。风寒月这个造型，我实在是觉得这个 cup 实在是。风动竹林，月落清浅，人染如歌，一世长宁。这个 cup 有点太大了。小家伙，带你来竹林觅食了这么久，我们也该回去了。殷大哥还在等我们回家呢。风动竹林，月。哦、白婉小姐姐，曲中含义，听者有情。曲中含义，听者有情。会抖会抖。碧香三卓半，玉笛一声新。何人传此曲？曲梦寄何人？没关系。好，我们首抽就是新手召唤十连抽，对吗？只限一次。究竟，我的运气又没有用光。之前封测的时候，哦，跟什么鬼一样，要什么有什么。这次就给我个风寒月吧。我上次也是抽到风寒月啊。我抽到古人格真会哭哎，我真会哭出来。哎。拜托啊，不要，风寒月，拜托，是男人就要抽女角 ，Go！ 风寒月，首抽十连抽是送的啦。神武怪杨云佐奉命前来。哎、欸，我抽杨云佐哎。OK， 紫韵可以。神阙宫使婢紫韵前来助阵。在下亚布斯，犹太祭司拉比。可是有小师叔，我不太想要重刷。而且他重刷的速度好像有变快了。一人不才，空同朱浩。请多关照。滚！天玄门小师妹英灵华在此。哎，你看到我大师兄了吗？含沙堡副堡主二太八参上。究竟是谁呢？哎，亚布斯有没有语音？我记得他有啊。一次左右。这里是哪儿？你们是谁？我叫伊斯朵。高士金。我高士金才是四象门名副其实的继承人。干！天玄门殷建平前来助阁下扶危济困。我要封寒月。啊！我封寒月，怎么办？要重抽吗？可我不想啊！有抽杨云佐哦，哦，哇！林建敏强啦，但。啊！我就想要女角啊！哦，我风寒月，你风寒月的行动力比较高啊，它可以拿宝物比较好用。我第三次封这是拿到风寒月，哎，
哦，雅布斯刚刚重复过了 ，OK。阴凤人，阴凤人超烂的，高斯经验很烂的，哎，可怜呐、啊，怎么办？啊，就是这样，就这样的啊，就这样。竹子床，竹子床，凤寒月的竹子床，好想要，我好想要，我想要竹子床。会抖，会抖，我是说头发会抖啦。竹子庄，哎，竹子庄在哪里啊？交易这边吗？好想要竹子庄。啊，算了啦，至少我有杨云佐跟殷建平嘛。啊，就算了，之后再说吧。好啦，十连抽，我的运气就是这样子。那因为。账号稀有啊，然后我觉得这样刷有点浪费时间，所以就不要做刷的动作了。你可以每个伺服器都刷一轮啊，不过我已经跟大家讲说我要在月影大漠，我就不重刷了哈。OK， 就这样子，赞啊，凤寒月赞啊！这虽然我没抽到，开张了。不，开战啦！红烧、清蒸、油炸，咩？怎么感觉少了人啊？哎呀，是我了！快让我上阵吧，有我在，一定可以为大家拿下这场胜利。阿玲，不妨把我们队伍中新的英灵派遣上场吧。那我们就与这些传说中的英灵并肩作战吧。本公主出马，手到擒来。这是雨妹。这雨妹在悬崖上，怕是需要能翻越障碍的御风者才能够得着。这就交给青罗来吧。好，这边简单教学，都已经打了第三次了，再不会打就跟去吃大便了。远程攻击敌人，并且对御风能造成额外伤害，赶快让我来对付那只雨妹吧。是新手召唤，对，只有一次机，这是只有一次机会而已。到后中后期啊，你不带补丝的话，你被敌人打超痛的哦，超级痛。第一个十连抽是送的，然后你只有一次机会。然后一次机会呢，就是三个绝品的角色卡会中其中一个，嘿，就是这样。玩过的人都是铺路连领的，是。就交给青罗吧。果然，战机转瞬即逝。看来高机动性相当重要。雨熙，你最近是不是有心事儿？啊？怎么了？为什么突然这么问？我们打小一块长大，你有心事的时候就是现在这模样。那都是小时候的事情了。雨熙，
你要是有事就和我说，我还是以前的那个阿良。你说什么都无妨，我不会告诉别人的。嗯，谢谢你阿良。咩啊，玉芝哥，你这半截木板板还挺厉害呀。啊，什么木板板？你的武器呀。这是天机尺，什么木板板？那也是半截。半截怎么了？半截不也比你的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强？那也是半截。半截就半截呗，半截也不是我干的呀。我打记事起的天机尺就只有半截。咩啊？那你就一直用这半截啊？以前也想换来着，后来知道是我小时候就带着的，也就没了换的念头。许是我父母留下的，也不一定。以前貌似没见过。嗯？之前难道没有这石雕？咩啊？没有吗？奇怪。让依依来戳戳看。依依，别碰这东西，古来只有巫才会用这类带角的装饰，而且这东西看着或可能是东周时期的镇墓兽，那一时期才会用这般眼睛圆睁、舌头长长、显出要吞吃妖魔鬼怪气势的镇墓兽，好使之望风而逃，以达压胜之用。那时候也不知道为何，镇墓兽都不像后来南北朝、隋唐时那么温文尔雅。咩啊，镇墓兽，传说中守了很多宝藏的镇墓兽吗？你这是听谁说的？镇墓兽哪来的宝藏？反正是真的啦，给他东西做交换，他就会吐宝藏出来，因为他会潜在地下到处晃悠，把宝藏都藏在肚子里。也不知道是谁造出来的小怪物。江湖庙堂总有财大气粗、丢三落四的人呀，我们去拿走吧。于西，你来的可正好，我们小公主远行未归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此处山壁玄关突生异变，出来好些尸鬼，污染了这儿的法阵。你们既是路过此处，还请顺道护送我前往查探。愿尽绵薄之力。小事一桩。一陈数差。古法阵就在那处了，这儿的妖物实在太多了，请务必护送我前去法阵处查看。交给我们吧。此处妖邪多于暗属相，还需相克的属相才能克敌制胜。我可将自己的属相释放，化为领域，你们进入其中，借此便可在主动攻击时转为与我相同的光属相。既有如此妙用，想必能为我们带来胜利吧。
选种。会身手果然厉害。请你给你们的斋女大人捎个信儿，石轮宫遭劫，望斋女能前来相助。这样啊，放心，斋女大人会去的。嗯，你的意思是，碎裂的法阵与三言的是同源？嗯，主上，实乃幽银化物凝于法阵，可牵动双使降临冥界之锁。碎裂的法阵若凝聚石，也会一样。那此事就交给你查，即刻前往冥界去吧。嗯，主上，九阴可从双使降临之所到达冥界，但主上为何不能离开？小姑娘，莫问这么多，你且去吧。既然发现了两个同源法阵，就能有第三个。嗯，九阴知道了，九阴这就去探查。哼，为何偏是我没法从双使降临之所离开？圣女啊，你这次离开还瞒着我什么呢？于是我觉得自己好像哪儿不对劲儿，似乎有所领悟。嗯，你且跟我来。嗯，这是怎么了？于西，我这是怎么了？看来确实是你的五内发生了变化。相传人心内存五念，神魔训练魂乃生灵之本，运本存却为空，需领悟世间散落之念，才能有所成长。你本已因未阶提升到了运点，而今看来正是契机，快凝神闭息，自去领悟其中奥妙。看来我的主运是神，需神之运与运点结合才能提升。神运乃魂魄中清净明心、亲人向善之念。原来如此。竟是领悟了新的技能叙事啊。似乎除了技能之外，还有其他的力量藏在其中。阿良，看来你已经领悟了呢。没错，我是不是看起来更强了？哈哈。依依也去领悟，哼，依依肯定比你强。地上有本书。哎，这书怎么是这么封装的？样子真古怪，还是这个颜色？难道是传说中的？传说中的什么？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没什么是什么呀？就是没事儿。我先看看这究竟记载了什么吧。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打开的瞬间，似乎是有什么字样被抹去了。免啊，这上面的字居然是从左到右横着写的，这是从哪儿来的老古董？我们之前做的事好像都被记下来了。免啊，金童来客，谁盯着依依的眼睛了？咦，这里面似乎记载的都是我们的行踪。谁在暗中窥探我们的一举一动？依依觉得应该不会是人记录了这些吧，看起来这书像自己在记录，后面现在还翻不开呢。依依快别说了，太诡异了。阿良，我们还是别碰这书。于西，我觉得还是带走这本书为妙，万一真是这书在记录我们的行踪，落进别人手里可就糟了。尉迟哥说的在理，带走带走。
叫他什么好呢？既然上面的字是横着写的，还从左往右颠三倒四的，我们就叫他倒叙书好了。哎，于西，于西，问你件事儿。啊，怎么了？其实也没什么要紧事儿，就是你最近怎么总是走神啊？没有，你喊我到底怎么了？就是想问问你最近怎么了，你有心事？只是在想不动尊者的事情罢了，没事儿。不动尊者祭魂出了问题，哎，这事儿似乎从没发生过。啊，于西到底怎么了？哎呦喂，怎么这荒郊野岭还能撞见人呢？完了完了，一会儿呗。小贼，哪里跑？啊，贼？你见过哪个贼长得像爷一样俊的？你刚边嘀咕边挡脸的，你不是贼谁是贼？依依，我们别管他了，还是赶路要紧。哼，小贼！哎，别走啊，姑娘倒是说清楚谁像贼了。英哥哥，英哥哥，你在哪儿啊？殷少主好快的脚程，眨眼人就没了，真是。哎，我们分头找。哟，找来了。诸位行行好，千万别说看见过我。大侠，可见着一位特别俊的小哥了吗？那没有。姑娘是有什么事儿吗？奴家是来找殷哥哥的，他是天玄门的大侠，与奴家有海誓山盟。奴家找到天玄门，却得知天玄门中的人也在寻他。你们看见我的殷哥哥了吗？没有啊，要么你还是先和天玄门的人会合去，山里有狼，你别一个人乱跑。天什么门到底做什么来了？总不会真是为了这姑娘出来找人吧？你说是也不是，殷少主。兄弟，感谢你刚才帮忙，只是师门中人寻我，乃是我师门之事。兄弟还是别打听的好。只是随口一问，并无打探之意。殷公子莫怪，我等尚有事先行别过。咦，看你衣着，想必是石轮宫的。你们石轮宫之人居然也会来凑这热闹？凑热闹？不知道殷公子此话从何说起。哦，你们不是来瞧那天降异火的？看来你们都不晓得这三天内传遍江湖南北的事儿啊。天降异火，这我怎么就觉得是星轨刻盘碎片呢？这前几日啊，听闻天降异火正落在川北幻花剑派的地界，好多江湖人都赶去瞧热闹了。竟还有这等事情啊。那公子可知幻花剑派在川北何处？当然晓得。我们正有事要去幻花剑派，只是对此处道路不熟，若是方便还得有劳殷公子带路。幻花剑派掌门莫非姓方？小昭姑娘认识掌门？不认识，怎么了？这个没事，其实他们掌门姓叶。叶？没天理呀，都已经叫幻花了，怎么能不姓方呢？于西，刚才那人就是拜神鸟的门派的。啊？什么拜神鸟？都叫神雀宫了，不拜鸟吗？叫你平日好好读书，
都堵狗肚子里去了。那是神雀宫，若雀地集权的雀，什么鸟不鸟的。神雀宫相传与蛙皇有关，得名于西哲女娲氏练五色石以补奇雀。哦，是待在巫山的那些人啊，真奇怪，雀为深沟，明明在巫山上，怎么就用了这么个字儿？就是就是，而且雀多不吉利，都有缺口之意啦。用什么不好用这个名儿？要一一说，还不如雀鸟呢。小赵姑娘，石轮宫和那落在幻花剑派里的玩意儿有关系？哼，依依不会告诉你的。我就是问问。小赵，你干嘛这么凶啊？看着你就不是好人。幻花剑派就在这儿了，若不是这山够高够陡，估计全江湖都得来凑凑热闹，看看那什么天降流火。阿良，我们且进山门。咦，你们要见叶掌门，不如我来给三位引荐。殷少侠圈子倒是广，可是依我看，现在这情况，引荐什么估计是不必了。尉迟兄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什么门派的人在刀枪棍棒把守着呢？看样子是没迎群豪同赏天降异火的打算哦。这么多人紧张看守着，就是个碎了的玉珏，这玩意儿就是那什么天之异火，你们是为了这个来的？多谢殷公子带路，至于其他，就不劳公子费心操劳了。殷少侠，你有所不知，你说的这什么碎了的玉块，是石轮宫的药物，我须得去取回来。但你看，这些幻花剑派的门人带刀带枪的，我恐怕嘴上说说是讨要不到了。依我之见，你最好还是先避让一二。请慢，请慢，你看，大家都认识，这是自己人，自己人。我去探探他们口风，免得伤了和气。叶老哥，哎，叶老哥，天玄门殷无邪又来叨扰了。殷少侠，这是又为何事来此？叶老哥，您看咱俩这关系，跟您这儿讨件东西，您看成吗？这东西是你要，还是你那天玄门要？我天玄门要这作甚？老哥，其实是石轮宫要。叶掌门这招守株待兔，瓮中捉鳖，真漂亮。殷老弟，对不住了，谁让你多管闲事呢？这把剑，幻花剑派掌门的剑。尉迟兄，我来对付这百脑阁，你且去取你门派药物。取？好大的口气！那你们哪个来，都先来问过我手里的剑。开张喽！哈，真没想到我们这样的人竟然也沦落到要和人抢东西的地步啊！叶掌门，真不好意思了，你守着的刻盘我们要定了。尉迟兄，那叶掌门这头就交给你了，这边杀出来的鼠辈都交给我来对付吧。宝物啊，是幻花剑派落下的，意外之财，拿走拿走。还惦记身外物？话说回来，你的腿应该是够不着吧，
脚程快的人才能趁乱出击带走宝物吧。这我们还是以带走刻盘为首要目标，日后想必有的是机会发现宝物。藏头露尾之辈，尽管放马过来吧。玉师兄，你们专心去取你们要的东西，这头就交给我好了。不规矩办事，既然这样，也就让你们瞧瞧这天下最快的剑。碎片时可千万要当心。伏旋肘。赴汤蹈刃。嗯，画质真的变得很细腻了，跟风色。魂剑相与。跟风色的时候相比，真的变得很精细。就很细腻跟清晰的感觉，这用好一点的电脑萤幕去玩，应该效果会蛮好的。喵，走你！趁现在，快去拿刻盘。我要金龟刻盘！不。我要拿回来。为什么？我为什么要？不，这是我的。阿玲，你愣着做什么？快跑啊，他们就要追上来了。跑，我看你们往哪儿跑。快来吾身边，不带你们离开此地。斋女，什么情况？就把少爷我一个人丢在这儿？嗨，还是先躲起来。圣女大人果然没猜错，这人身上有幽灵，还在找刻盘。我是跟着人呢，还是……不行，这事要紧，我得去回禀圣女大人，这还有九阴呢。妹啊，不过如此。幽先生，你听我说啊，我是觉得尉迟良一行人碍事，才欲设计引他到。但你失败了。我是发现尉迟良体内有幽银，此次也是让白首借机探查确认，若非那斋女突然出现。时间的祭体竟然带着幽银吗？有趣有趣。斋女啊，这个人恐怕才能知道你想知道的事情吧。时光与天地共生，过往竟也成了可窥伺的事。圣女，你无需忧心神阙宫，现如今那斋女会先把功夫花在那些出现的婴灵和石轮之力上，短时间不会碍你手脚。哦，听幽先生的意思，这世间原不该有石轮之力。哼，
若世间曾有十轮之力，那许多人许多事也不至于落得如此狼狈吧。幽先生，把玉池良他们找出来，其他刻盘碎片的位置还得要他抢到的碎片才能确定，别的多说无益。时间的祭体，这天地真的会让你遇见那些已被时光尘封的人，窥视那些已被遗忘的岁月吗？那就看看吧，看看我们都能走到哪一步。一阿良，快见过神阙宫的诸葛爱大人，她是神阙宫的斋女。哎，依依人呢？刚才还在呀。无需多礼，小鱼溪，吾正有事要问。近日吾感天地异变，你师门便出了事，快细细说与我听。哦，是。当心那些觊觎之人，他们之中有罗侯眷族，似是能炼制出石怪。吾此前曾遇过这些人，似正往成都府去，兴许是去寻星鬼刻盘去了。成都府，多谢斋女大人告知，我们这就去成都府。且慢，玉池良，你就是得了十轮仪轨标记的人？这个我一直以为是胎记，打记事起就有了，此前也并未发生异常。果真是世事轮转吗？过去之中应藏着现今之事的解，我早该想到才是啊。曾经明明是见过他的。斋女，他在自言自语什么？让吾来看看你的印记。你居然掌握了十轮的力量，看来也就你才能去探查过往的历史了。过往？通过这印记，十轮会将你带入十之系中，那里藏着过去的时光。你且好好去过去中寻找吧，刻盘的秘密应当也在其中。刻盘？那我们快进去看看。